按上这边按。你们会不会想念酷 Rabbit 啊？不会，因为我的被炸到罐。好，他直接在里面了。吓死我！那家伙有什么事？啊，今天的狗逼！哎呦，炸到你家就讲人家狗逼哦，好没水准。没事没事，我到时候开外挂来打你，等着啊！哎呦，要用那外挂。记住你爸爸说的话。 哎呀，不知道谁呀、啊，他妈逼，打死了你还送东西给你了？你别捡了，你有种就别捡我东西啊，是不是、啊？你要东西干嘛？有种来刚正面，他妈像狗一样的。炸到你家讲这种话，干你那妈不起标啊！你是在我家的园林，懂吗？如果你们两个人打死你们的人，你们还好意思来捡东西啊？我操！ 要不要脸啊！好的，我们捡挂了。黑鸡，妈，你看宝吗？就你那素质，他妈吃屎吧你！你在国外活得好吗？操你妈！玩不起就不要玩了。傻逼东西！你才傻！没事，看来你买个挂来跟我打了垃圾，操你妈！哎呀，我都不用挂了，用挂是没水准，低级的人玩。怎么？OK，卢克斯，我把这两个烧掉一下。哎呀，我们不用这样低级，没有水准用挂了啦。 稍微一个人在那边了，剩了两，是你讲这样多废话，现在真没水准。你们会见到我的。等啊等啊等。哇，不要骗我，我看不到的。他们要用黑 AI 哦，可以快点走了。